起初确实是太子，但后来突然变成秦王了。原来是秦王拿太子当幌子，娘娘，这皇宫怕是要易主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老奴参见清妃娘娘。快免礼。奴才奉陛下旨意，接清妃娘娘与陛下会合。 陛下，秦王带着部下步步紧逼，我部和禁军已无法抵挡，他们已经到勤政殿外了，还请陛下和诸位娘娘、公主赶紧撤离。陛下，太后娘娘始终不愿随微臣离开，微臣无能，请陛下恕罪。 后他不愿离开。陛下，我们不要管他们了，我们快走吧，陛下。是啊，陛下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，陛下。是啊，陛下，不好了，太后娘娘驾崩了。皇叔母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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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皇儿，哀家罪孽深重，当初为保皇儿地位，火烧行宫，结果真的龙飞夜死了。没想到这个假的，却是为复仇而来，这就是我的报应。天宁将亡，哀家无颜苟活于世，只有先走一步，向先帝谢罪。 母后，你为何要如此啊？陛下，秦王的兵马即将突破内城，为今之计只能走为上策。陛下，陛下。 你要保重龙体呀，陛下！只要我们还好好活着，仇总会有机会报的，陛下。